我又来吃饭了，搞个辣椒酱配个小馒头。哎呀，这个是剁椒的，这个是五仁的，五仁的就是不能吃辣的啊，不能不是太能吃辣，而且又想吃辣椒酱的就可以拍五仁。咱家这个五仁里边有黄豆仁、瓜子仁、芝麻仁，还有一个花生仁，看到吗？一共是五种仁，它每个仁都比较酥脆，而且不辣，剁椒的很辣，剁椒的它是那种鲜椒做的，挺辣的。说设计实在话，不能吃辣的人不要拍这个啊。一罐是400克，姐妹们啊，这每一罐是400克。想吃的，咱家人一直强烈要求这个辣椒酱活动，现在给你们来活动了啊！每罐400克，平时35两罐，现在29块就两罐，可以选择一罐剁椒，一罐五仁，也可以选择两罐剁椒，也可以选择两罐五仁啊。我吃个小鸡，鸡肉炖粉条，咱家这个剁椒酱，你个拌馒头，你不加馒头拌米饭拌面条都可以，吃过的可以说一说好不好吃。下单后48小时内发货，快递发中通和圆通，随机。洗白，粉末该加加，辣椒该 KK。你有船啊？那你别吃了，真的。你别吃了，你别吃了，你得下饭，你看嘛。你看你咋哭了？妈妈。你给我吃饭。你看有那个大玉米，我的。这剁椒太辣，不能放多。快点，吃吧吃吧。